大姐，大姐，昨天晚上她进来上厕所，我俩特别搞笑，我俩没睡着。那你没睡着啊？第一反应是躲起来，把眼睛闭上，就像老师来检查一样。我们俩开始装睡。为什么？你不觉得你晚上如果灯关了以后没睡觉，如果你房门突然被打开，你当时装睡？我当时我以为你俩会回应我一下，然后他们俩没人理我。哎，你知道我们俩没睡是吧？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那么快睡着。我进门上还说那个我去了厕所，我听见了，然后我想跟你说，但是我感觉突然间把眼睛合上。我最后还找不着路，我还打着手电筒，我还就蹲着走。看见了，然后因为我怕，我说你俩不会真睡着了。你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俩说我们为什么刚刚要装睡？我俩不约而同的一起装睡，而且我们贴得很近，然后面对面，你突然装睡。